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TF 的训练生方正。哎，别弄错了，是这个正。2001年4月份出生的我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恋型白羊座，喜欢强行给自己贴标签，比如怕相爱太难，怕秋水望穿，怕相见恨晚，流亡诗一半。再比如，Maybe you are for daddy, oh, maybe you are lonely。当然，还有我的小小的爱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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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有我的标签，只有这么点吗？那你们错了。哈哈哈哈，没错，我就是一个标签男孩，也是一个正在向舞台努力着的 Skirt Boy。如果你们中意我的话，就请多多支持我吧。今天我想给早上8点正在上班路上赶路的人们分享漫画《龙珠》主角的精神。即使被打到了很多次，但总是能笑着站起来，因为他很坚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一股不服输的力量支撑着他。失败了，没有关系，重新收拾好骄傲，继续战斗。正能量。